维护到现在，对吗？对，喉咙肿肿大黑的，老是我们客家的老道士。他做了超五十年的那个历史哈，那目前现在整个都按照完全没有使用电哈，这种制作方式。这样接啊，这是暗耕啊。那这里一般生产出来的，现在莺歌那边很多都是在这边啊代工，然后设施。那陶嘞，陶嘞，陶现在是苗栗土哦啊，全台湾省的陶土哈、啊哦，大概85%是苗栗土哦，这样它有它的特性存在。苗栗对苗栗土那个陶业是陶发展，就是因为它陶土。是是，我们的陶土的苗栗土吧？对，从日据时代这个台湾那个苗栗土就很多土是从国外进来的，是这纯粹当地的土，当地的土。啊，苗栗算矿脉丰富，啊，矿脉非常丰富。它这个土啊，烧出来在1230度烧出来之后啊，这个昂根有一种远红外线，无形的远红外线。它是咱的量管哈，量管低冷水了后会甘甜，就是土的问题。哦，哎，看到那这土的，哦，青，要用青沙土来烧啊。嗯，青沙土。你来，你用来讲。一层一层的往上，哎，往上。看人挑担不吃力，自己先看。是是是。先尝试看看要不要。哦，先试一下。不能献丑了，不能献丑。这个我试过。知道自己没有本事。试一下。啊，实在是厉害。哦，阿长，你看，你看这个，这样。光安尼用这个吼，安尼啃这个手，对，看这手落雪，就知影这老师傅。我们给院长掌声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，这是茶壶了。这茶壶啊，不要紧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。所以你捡不要紧。哎，不要紧。尽量个下的。哎，尽量个下。下不要紧，对的。哎，对。对呀，对对对。出来了，嗯，出来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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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，大大力的，手指尽量用力哈，大大力，手指尽量用力。好，我们也请院长、副主委，哎，好嘞，啊，看了，主委，要开始了，对，用力，用力哈，我们把连手掌，连手掌，掌心哈，掌心都往下，手指，啊，提筋是不是？我是不敢，怎么样？好，再来用力一点，好不好？掌心压一下，然后这个还比较起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掌声鼓励鼓励，掌声掌。我们要请院长来签个名。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上面把我们的心愿写在上。25号，1月25号。好。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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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